春，叶问。承让，承让。I'm gonna put some dirt in your eye. He seems to have come out of This could be a tragic day for the people of New York. 接下来，我将单挑复联全员。我们要活起来。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中国功夫去改变宇宙对华人的看法？我只是想说，我要打十个。他是什么人？叶问。他太可怕了，伙计。我作为复联的最强战力，我要送他去见上帝。我们都受到重创，必须摆脱困境。铁人带队正面对抗，我带人从背后突袭。他不过是个练武的普通男人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我同意，但是我刚好要去接女儿放学。我和他打过，只差一点点就几乎要了他的命。相信你们，这次打架我就不参团了哈。没问题，不过这两天我战甲的 USB 接口有点松动，今天早上我的手不小心打结了，注意休息。所以我们很有信心。索尔，你觉得呢？一起上吧。打起来了，走，站住，快点儿！连削带补，一攻一打，日子重拳，以最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。坚持住，伙计！够快啊！我这地方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快撤！天哪，我们没来得及支援他们，我们得摇人了。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有时候互相切磋，少不了会有一点点损伤。你这拳法哪里学的？不停的挑战才能突破极限，这是我在《一拳超人正义执行》里学到的。一拳超人 IP 改编，纯享运筹帷幄的策略快感，成就最强速战执行。应该冲着我的头来。从今天起，我叶问就是最强的超级英雄。皮皮虾，皮这一下很开